想这几个月妈妈看你成长很多，不论做什么妈妈都在背后支持你。那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来宾是那个齐薇的妈妈有来到现场，对吧？对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有什么话要对女儿说吗？首先我要谢谢制作单位，然后能够给齐薇这次的机会。再来我要谢谢钱维娟老师，真的一直不断给齐薇很大很大的鼓励跟自信。然后我要谢谢黄队、子队长、云儿、草莓、佩涵、 Judy， 你们这一阵子辛苦了，加油。我想只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尽自己的力量就好了。最后我要对我的宝贝齐薇说，我想这几个月妈妈看你成长很多，大家应该也看到你进步非常多。希望这个节目结束以后你能够更勇敢地做自己，不论做什么妈妈都在背后支持你，加油。妈妈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，谢谢文玲姐，谢谢。我其实在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有上网去看了节目从之前到现在的。我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一直很关注的，也就是我刚刚才一直在说的，我希望她可以多点自信，然后就像刚妈妈说的一样，做好自己的表演，然后勇敢的去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我会把这些票给于齐薇，希望你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好，这个评审长今天 pick 你。